2010年6月7日晚上10点，一场大暴雨突然袭击了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的一条河流水位猛涨，山洪爆发。仅仅一个多小时，正在宜昌至巴墩县高速公路施工的多名工人来不及撤离，被困在了施工钻井平台上。如果他们不能得到及时救援，随着脚下几米深的水位继续上涨，当钻井平台没入洪水的一刻，这些遭遇险情的工人必将被无情洪水卷入波涛。紧急时刻，夷陵区消防大队的25名官兵驾驶一台抢险救援车，一台登高平台消防车，火速奔赴现场。一路上他们想的就是要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要以最快速度把被困工人救上来。指挥中心呢还在用电台跟我们联系，说那边在不停的报警，说这洪水不断的在上涨。根据我们以往的这个经验呢，我就知道这个今天晚上这个绝对不是一般的救援，它是一场就是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生死救援。接警号40分钟，深夜12点多，消防官兵终于抵达救援现场。然而现场的情况让他们每个人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这个平台已经紧贴了水面，这个如果洪水再涨的话，这个洪水就要漫过平台。随着水位的抬高，这个很有可能就会连人带这个桩基啊一起给冲走。借助强光手电观察，消防官兵发现有5名工人分别被困在了2个钻井平台上，每个平台只有7-8平方米大小，距离岸边都有50多米了。这个第一个地方啊，这个有这个4名群众被困，离这个第一名的地方，第一处被困的地方，上游的20米处还有1名工人。钻井平台的四周就是不断上涨的洪水，5名工人的生命已经岌岌可危，他们的亲属和工友都在用期盼的眼光看着消防官兵，救援行动已经刻不容缓。官兵们最先想到的就是用登高平台消防车救人，这台设备曾经多次在救援中大显身手，可是这一次却派不上用场了。5名工人被困的2处钻井平台都和岸边相距50米，而登高平台消防车的工作长度只有24米，刚刚能伸到救援距离的一半。随后大家又想到了有水性好的官兵携带救生装备下水救人，和调集冲锋舟增援等2个方案，可是因为洪水流速太快，岸边距离水面又有10米的落差，这2个方案根本无法实施。雨还在下，洪水也随之上涨，5名工人面临的危险正在逐步加剧。就在官兵们为如何才能救出这5名被困工人而心急如焚的时候，又一个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消息传来。宜巴高速这个指挥部的这个领导也赶过来了，他说上游困了8个人，上游的水势还要大，说这个随时就有可能呢把这个人呢带这个机器冲走，就说的让我们能不能就说的派出一部分的这个兵力到上游进行组织施救。我们这个救援的这个难度又进一步增大了，这个上游的这个河面更宽，据我的了解就是河面更宽。此时5名被困工人的救援行动尚未展开，猛然又听到了上游还有8名被困工人亟待救援的消息，这让在场的每一名消防官兵都感到了救援形势的严峻和危急。但消防官兵并没有丝毫的慌乱，救援经验丰富的大队长和教导员果断决定兵分2路，大队长柯阳兵
负责指挥，在第一现场为五名工人的救援。教导员樊金印则带领三名战士火速赶往上游的第二救援现场侦查，并进行先期的救援准备。而在第一现场的救援成功后，大队长将带领官兵转战八名工人被困的第二救援现场。同时，救援官兵也把群众在两处遇险的情况向宜昌市消防支队进行了汇报，请求支队调遣兵力火速增援。快速做完整个救援行动的部署之后，大队长柯阳兵他们马上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眼前的五名被困工人身上。看着眼前50米宽的洪流，官兵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一种建筑工地上经常使用的混凝土泵车。我们的举高车只能到24米，但是它可以到50多米，我能不能把这个车调过来？在官兵们到达现场半个小时之后，6月8日0点50分，一台混凝土泵车被紧急调了过来。果然，它的工作臂刚好能够满足这里救援的需要。官兵们决定把安全绳和救生衣系在泵车吊臂的前端，送到被困工人的手中。在他们穿好救生衣、系好安全绳后，再把他们一个个吊回到岸边。但是这个方案同样具有一定的风险，如果让工人们自己往身上系安全绳，他们被吊升起来后，一旦安全绳系得不结实，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把安全绳提前系牢，以确保救援的万无一失，就成了最关键的问题。为了确保安全绳不出任何问题，消防官兵用他们专业的系绳法系了一个正好能够套住身体的绳圈。我们把这个绳索作为打一个死结，死结。这个当事人呢，只要把这个绳索拿到以后，往身上一套，像套游泳圈的那种方法，让这个被困者把这个绳圈套在胸前，双手抓在那个绳结上面，我们用起吊把它吊过来。而在安全绳的死结系好之后，细心的官兵们还专门在自己身上试了一下，确认没有问题之后，他们才开始实施这个方案。当泵车吊臂刚刚把救生衣和安全绳送到第一个被困工人的手中时，他却并没有像消防官兵所想的那样做，而他的举动让大家伙都惊出了一身冷汗。这个第一个人没有领会我们的意头，他自己把这个绳结打开了，要岔开，打开以后自己系。当时我们非常紧张，我们很着急啊，不能动啊。他如果说我们这个很安全，但是他自己再来系这个绳结，我们就不敢保证他安全了。我们的结给他打好了，我再也放过去了，不要自己打结了，他也受不了了。不要自己打结，我们的结给他打好了，他拿的结不可靠。看到这个情况，消防官兵立即大声呼喊，想让那名工人不要解开绳圈。但是隔着50米的距离，风雨声把大家伙的呼喊声完全淹没，系不好安全绳，救援行动就无法继续展开。时间耽误的越久，不仅这五名被困工人越发危险，而上游亟待救援的另外八名被困工人的处境也更加令人担忧。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救援行动的效率。想到被困工人报警时使用了手机，大家伙连忙给他们打电话。打通了，通了，通了之后告诉他不能解绳子，这个绳子绝对100%安全，你放心，把绳子用套在胸前就行了，套在胸前，双手抓紧绳结就行了，没问题。最终，大家的努力得到了回报。被困工人终于按照消防官兵的要求，把绳圈套在了自己的胸前。在消防官兵的指挥下，泵车司机平稳地把第一名被困工人提了起来。随着泵车的吊臂缓缓回收，眼看这名被困工人离岸边越来越近了，
然而这时消防官兵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他们发现漆黑的暗夜中，就在岸上几米高的地方，有两条万伏高压线隐隐躲藏。如果蹦车吊臂不小心碰到高压线，一场更大的悲剧很可能在瞬间上演。带着万分的谨慎，消防官兵目不转睛地盯着吊臂的移动。小心点呀！小心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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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消防官兵的精确指挥下，第一名被困人员安全地越过了高压线。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很快其他三名在同一个钻井平台上的被困工友也都一一得救。随后消防官兵用同样的方法，把在上游20米处另一个钻井平台上的第五名被困工人也成功的救上岸。哎，慢点，慢点，不摆，好，OK。此刻已是6月8日凌晨1:52，离官兵们到达救援现场将近2个小时，但他们却不敢休息片刻。2公里之外的上游还有8名被困工人，在第二救援现场亟待救援，而那里的洪水更宽，工人们被困的时间更长。当官兵们赶到第二救援现场时，发现被困在核心钻井平台上的并不是8个人，而是9个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施工方救人心切，在消防官兵到来之前，先派了一名水性好的工友从上游求渡到了钻井平台。然而这名工友却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展开营救，而他自己也成了被困人员。这也给消防官兵提了个醒，越是情况紧急，越是要考虑周密，不容有半点闪失。果然这里的河面更宽，河面和岸边还有20多米宽的农田和树木，粗略计算，被困工人距离岸边将近有80米。显然，沿用第一救援现场所采用的泵车救援方案行不通了，因为泵车的吊臂长度只有50米。9名被困工人在风雨中颤颤巍巍地挤站在钻井平台上。看到这一幕，消防官兵格外揪心，他们下定决心要以最快的速度挽救这些工友的生命。当时他已经是凌晨3点钟了，这个洪水越来越大，这个江面的这个冲击越来越，水流越来越快，天还在下雨，这个被困人员已经被困了六七个小时，那个身体和心理也已经开始到了极限了。水啊，就是冲到这个桩基地上面来了，在这个桩基它也没个平面，都是那个10几公分的槽钢，槽钢就是拼接的，只能站在那个槽钢上。说如果人呢一晃啊一动啊，就可能被这个洪水给冲走。现场如此危急的情况，大大出乎了官兵们的预料。而先期到达的教导员樊金印带领3名战士所做的救援准备，让大家吃了定心丸。在其他施工人员的配合下，樊金印他们已经搭起了一条绳子，这是消防官兵根据当地地形经常演练的一种救援方式，大家把这叫做山岳救助法。钻井平台上面它有一个支点，一个高的支点，我们这边对岸有一棵树，
两个高点之间建立了这么一个绳索通道。与此同时，宜昌市消防支队的增援力量也及时赶到了，消防官兵完成这次救援任务的信心更大。利用绳索救人应该是最简便的方法，最简单最快捷的方法。然而光靠一根绳子是不能把人救过来的，按照山岳救助法的要求还得再有两根绳子。教导员樊金印他们先前搭好的那根主绳是用于吊挂被困工人的，而要新增加的两根绳子，一根用于把专业救生器材送到被困工人手中，他们将利用挂钩把自己吊挂在主绳上，另一根则是由岸上的消防官兵用来拉拽被困工人。顺着之前搭好的主绳，经过艰苦努力，另外两根绳子和救生器材终于送到了被困工人手中。至此，实施山岳救助法的绳桥已经全部搭建完毕。这个时候，如何正确地使用救生设备，就成了救援成功与否的关键。安全上有两个安全钩，一个钩子挂在主绳上面，另一个安全钩就挂在我们手上所牵的那种牵引绳上面。这个挂在主绳上面的安全钩系在胸前，系在胸前，是不是？另外两个手握在保险钩上面，是吧？这是正确的方法。正面挂在钩上，然后我们背向的把它拉过来，这样是最安全的，也是最有效的。为了能让被困者正确使用救生装备，岸上的消防官兵反复的喊话，不停的叮嘱。不一会儿，第一个被困工人就把安全带系在了身上。当他纵身一跃离开钻井平台时，让大家感到揪心的一幕还是出现了。这名被困人员并没有按照消防官兵的要求把保险钩挂在胸前，而是挂在了身后。我们往回拉，他掉到身上以后，人就是面朝水，背向这个天空，一种匍匐游泳的人，他是淋水。因为面朝水面，这名工人呛了好几口水，这让他更加紧张，双手不再握住可以滑动的安全钩，而是不由自主地紧紧抓住了主绳。他就是有阻力，他用握到绳子上面去，是不是？他这个滑的速度就没那么快，在水本身把人往到下面冲。两个手握到那个保险钩上面，不要握到绳子上面。危险情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万分焦急，胡彩洲更是一阵猛喊。我就是反复地用话筒跟被救人喊话，手一定要握在保险钩上面，不能握在主绳上面，反复地喊。然而任凭消防官兵怎样喊话，这名被困工人就是听不进去，他仍然死死地抓住主绳不放。官兵们一时也没有办法，只得使出全力把他往岸边一寸一寸地拉动。好在随着被困工人身体的滑动，他紧握绳子的双手也开始慢慢松动，最后第一名被困工人被成功地拉上岸。前面把绳子放前面，那哪么会歪到的，是不是？这边松一点，上面松一点，松一点，上面松一点，松一下。来到挂在前面，他就是仰着的，就不会。第一个人成功了以后啊，我就觉得这个山岳这种救助的这种我们这种技术战术的话是成功的，有了我们就是个所有的人员被营救成功顺利的营救出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然而接下来的救援并不像大队长柯阳兵所想的那么顺利，其他八名被困工人中有的体力消耗过大，他们甚至连系好安全带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到这个情况，消防官兵和工友亲属不断地向被困工人喊话，他们的鼓励很快就见到了成效，加上亲眼看到山岳救助法的安全可靠，
被困工人个个都重新鼓起了勇气。大哥，大哥，你，我怎么进来？大哥，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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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了，快点了，来来来！就这样，到6月8日早晨6点，上游救援现场的9名被困工人成功获救，加上之前在下游救援现场救出的5个人，全部14名被困工人不仅全部得救，并且没有一人受伤。经过整整一夜的奋战，消防官兵们凯旋了。危急关头，他们以坚定的信念和过硬的专业技能挽救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完成了一次生死救援。他们无愧于忠诚卫士的光荣称号。酷暑夏季，我国南方突遭暴雨轮番袭击，山洪倾泻，江堤决口，危难之际，人民子弟兵迅速出动，举擎天臂膀，做中流砥柱。军事纪实多路记者赶赴灾区一线，直击解放军武警官兵抗洪行动，关注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军事纪实系列节目《直击南方抗洪行动》下期播出，第6集。